HTML http://mengri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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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/meng
作者：聪明的鱼人。莎士比亚，谦逊是最高的客体功夫。莎士比亚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期望。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。莎士比亚爱情，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。 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，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。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，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鹰炫目，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为气的声音。 任何鬼祟的尖毛都逃不过他的知觉。恋人的感觉比带壳蜗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。恋人的舌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希腊酒神，显得迟钝。莎士比亚一个面具。 套不下所有人的脸，莎士比亚，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，倘不拿出来贡献于人世，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，那实在是一种浪费。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。 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。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。莎士比亚，我们做的坏事，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，就被他们高声夸奖，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。 莎士比亚志向不过是记忆的奴隶，生气勃勃地降生，但却很难成长。莎士比亚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圆谱，我们的意志是这圆谱的园丁。莎士比亚。